抓子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发财了！爹饶命！我就是来捡口吃的。军爷，喂，谢军爷不是杀之，谢军爷，小的来迟，给军爷做牛做马。军爷啊，你让我背这么多钱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二位客官，小店有新酿的甜酒，刚宰的羊肉，来尝尝，来。反正花完了，然后讨两碗水喝。来，二位客官，你们水。哎，好。您吃着。我们是大唐的商人，好多年没见过大唐的兵了，敢问军爷，是不是我们大唐的人马就要回来了？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，保重。咱到底去哪儿啊？你这么多钱哪来的？哎呀，有这么多钱，你说干点啥不好？买了几十亩地，讨几个漂亮老婆，再买个大宅子，夏天穿绸，冬天穿貂，天天喝酒，顿顿吃肉，谁还啃这个呀？要钱不要命了是吧？不是，马都死了，
我这不丢下几袋，能走得出去吗？这钱是邱自成送西州的军费，军令如山，分文都不能少。少掌那没用的，我就问你，背得动吗？爬也要爬到西州城。这是什么？你给我！宣威军，你给我！你是兵，给我！你是逃兵，大唐在这还有几个兵？所以你就逃了。城没了，人全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了，我还能怎样？快逃！不，死也要死在一起，把我们家属带回去。快逃！几个大活人就变成这几张纸了，字都没了，我该往哪儿送？是啊，被困25年，每个人都是杳无音讯。郭将军几次派人回长安，都死在路上。有一次终于联络上了，没想到年号都变了。现在算起来，应该是建中11年了吧。这墙上住着大唐建中4个字，就是要告诉镇里敌军几十万人吗？这点钱管什么用？哪怕能多换一车粮草、一把刀、一支箭，就能多让一个敌人知道这儿是我大唐。很多商人和百姓为我们提供粮草，被敌人抓了去丢了脑袋。他们认的不是这个钱，是这钱上铸的2个字：大唐。等把钱送到了，给你买匹快马，也为西州城的兄弟们送份家书。在下大唐武威军玄歌营第9骑兵队郭元正。宣威军卢十四。
都是我的。都是我的。发财了。发财了。都是我的了。张忠他去了，大唐五卫军玄格营第九骑兵队全体报到。送达。Whoa!